感谢萌萌萌萌小蝶的 host， 爱你哟、哦，嗯啊，凯西。声音听不到声音的时候，把我的甲都打坏了。有好的二级甲，叫我吧。真小啊！兄弟，兄弟，你来，你看见了吗？我吓一跳。我看见了。这个进去会死吧？他这个车子弹来弹去会死吧？我不知道，兄弟。你小心点吗？不，我刚刚吓了一跳，有这有一只甲，一只甲，要不？哇！太垃圾了吧！你有没有枪？有。在打他吗？对，我打他，我有点飘。哦，你那把不错嘛。对啊。奇怪，门怎么开啊？霸气在台湾什么事？就是霸气，很有霸气。哦，霸气不是傻逼吗？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不是这个很有霸气。哦，就是大陆人说牛逼，牛逼，牛逼。哦，这样子。那所以你是叫小贱，你叫小贱吗？他是不是故意炮枪的？霸气就是霸气，对不对？他想那个肖钢是不是故意炮枪？对啊，对啊。我还以为你叫自己傻逼耶。怎么上哪呢？谢，感谢你哦，啊，谢谢你的订阅哦。直接跳到二开头好吧？吓不到我，想吓我，哼，我都没有。来，这有没有？啊，然后呢？啊，再下去，然后再从这边呢走过来，啊，然后再走这里就可以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，快上去了，快上去了。然后呢，再绕过来这里，再走这里，啊，再走这里，然后再转一圈，再出去，从这边出口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再走到旁边，嗯，快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啊，你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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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太过分了。你人呢？不要太过分了。你把你妹当智障！你来呢？你太过分了！给我一个步枪，嘴巴好不好？